好，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8度，最高温有25度。太武雷春日低温16度，最高温是26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3度，最高温有25度，都是偏低的降雨机会。桃园浪马上茂林低温8度，最高温有23度。阿里山6度到20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新义低温只有5度，最高温有21度。和平区10度到21度也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2度，最高温是19度。新竹的关西兼15峰低温8度，最高温是18度。乌来区跟复兴区11度到19度。在宜兰地区呢，大同南澳12度到22度都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新城花莲市吉安20度到23度1成的降雨机会。寿林万荣13度到22度1到2成的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17度到25度1到2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低温18度，最高温23度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只有5度，最高温22度。在台东的东海岸长滨成功东河低温19度，最高温有23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2度到21度。在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17度，最高温有24度。南回地区低温14度，最高温24度。兰屿地区21度到25度1成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的是外岛地区低温11度，最高温17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午安报新闻。如果您有任何的新闻题材，请拨打原视专线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 Umas， 不吝啬，明天见。